先知，直接门口。先知怎么？哎，如果没被救的话，是不是就嗝屁了？一秒就哎呀，这个地方很难受啊。
哇，胆子贼大，他修这台电机。 用了一大半了，这个球，他能下来。
还剩一台，一千这一台，这边三连电机，再捡个战斗。 追他呀！追他的话，电机没了。嗯。 这边拖时间啊，他刚才堵我路了，拖闪现。 反正这个不是先知，他也不敢过来吸鸟，无所谓的。等我的闪现好，还有80多秒，拖的时间越长，我越有利。我在等 CD。 好像是被打了钻了，大概1分钟的时候就够了。 医生是没怀表的，拖到剩30秒，然后我就把这个人挂了。
挂了。他说打了赞。牵过来，啊！像这种地方就拖自己的闪现 C 一就行了，着急。我传送，这个春节挺亏的。魔术师，开不开？还好车没了，人死了。这刚才那一刀为什么判定打在车上了？这来应该没什么毛病了，他们输定了。传师应该没怀表的。还不打人救的。他在三号站坐车了，坐车走了，回去了。
我不信三号站的开关你关了。行吧，他真关了。印象断哪了？没打到他。应该有个拥兵的呀，不会修三台吧？僵尸不来吗？来了。魔术师修完了，看能不能用个牌找一下。哎呀，你也别想走了呀。
分十四，十四我就少打一局，给个面子。我操，这个阵容用小丑贼难打，不是优势，劣势。接走啊，还差一刀二级狙。人死了，要可以忘记还有鸟这个东西，
赶出来。卡一下，应该魔术师死了。还十二分的，多给了十分，也无所谓了。
哎，这个钻头，我操！
在奖金发了，一定要去换个电脑。这电脑老看广告。
这个鸟掏的，给他一刀。交了吧。这台电机应该不会有人想修吧，换个人。
哇，这个闪现亏不起。哎，你这个判定怎么越来越有问题了呀？是我的问题吗？哎，这个怎么回事？
还行吧，至少还是赢了，虽然打得挺迷的。哎呀，这个圈点不行啊。嘎嘎嘎嘎。哎呀，还好我赶上去了。大概一半的球，还好我今天下午玩杀鸡了，我操。哎呀，还走到来自我这边。
前锋，看见过在马戏塔那边逛一圈。 这都行。啊。嗯。
还有个。
靠我闪现吗？
哼。噔噔噔噔。要救就救嘛，他还要扯一下，还要松手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没想偏刀吧？你也救不了了，拜拜。哎！啊，我就说这个杰克判定有点迷了，这么近的距离你都能扛刀。这个魔仙好像把我撞飞了。
哼。